Kiss kiss.们踏破铁鞋无觅处，皇天不负有心人啊！我终于掌握了氛围感拍照上镜的秘诀了。你说这样拍照，这样拍照差别是不是巨大？宝子们，咱们就说又油又塌还飘雪的头发，那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他也做不出好看的造型啊！像我们这种打工人，每天工作又特别忙，拍摄呢又累又晚，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理发店做好几个小时的护理。好在我发现了这个飘柔双层洗发水，真的是绝绝子，有飘柔更自信。这个真的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刻在 DNA 里的广告词，我一定要让你们知道它到底有多神奇，所以我现场就是给你们洗个头。它的香味啊是这种浓郁的花香，而且起泡贼快，泡泡的质地很绵密，是这种咚咚咚的。这一款是主打去屑的，上头的感觉就是很清爽，里面的去屑分子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头皮做清洁，把头皮屑杀个片甲不留。护发素从耳后开始抹，注意不要碰到头皮哦。护发素一抹，头发立马就顺滑到底。咱们就是说啊，现在蚊子在我头上它也站不稳，现在满屋子都薰衣草香，我平时两天洗一次头，这个香味也会跟我两天，就是那种感觉自己时刻都在薰衣草园的感觉，真的很香。你们看我洗完的头发是不是贼柔顺光泽，像这种扎着头发只需要轻轻甩两下，发圈都会顺着你的头发滑落，这样你再去做造型也不会变得特别毛躁或者是分叉。你说头发蓬松起来了，脸自然就小了呀。到时候你再去想拍各种类型的照片啊、视频啊，那都是得心应手的事儿。